换一个动作慢一点的啊，然后休息一下。给你们穿个高跟鞋啊，穿这个吧，穿高跟鞋大家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满足你们穿高跟鞋还不点关注啊？皮鞋问我多难看，我跳不好，舞蹈很好看。春姑娘，春姑娘，好热，给大家跳个古典舞好不好？
要孤单我好不好？好，看你们受不了，赶紧跳古典舞吧。好，到底好不好呀？跳一个吧，休息一下，让大家好不好？咱们都休息一下，互相休息一下。好好好好，想看那个性感的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个黄色爱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个通知，看性感的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。点关注性感的，然后下一个跳。然后给大家跳性感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点的小心心。放在这儿，看不见不给钱，谢谢你。
还要看头发是吗？那就给大家反下来了。头发不是油啊，是汗。别说了，主播几百年没洗头了。还想跳古典舞，还是有。
没了，有的说没了，有的说有。性感的，点点关注跳性感的，我把麦闭了可能就好了。杂音。